我记得外星人说红色给杰瑞，蓝色给富帅，你们两个快把药吃了吧，吃下去就会好的。我知道妙妙在哪，跟我来。快来快来，妙妙就在上面了。等一下杰瑞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有什么事下次再问，现在找妙妙要紧，快上去吧。不行，必须要问。杰瑞，你知道学校后门小卖部的老板姓什么吗？好像姓李是吧，还是姓王，我给忘了。这不重要，妙妙就在上面了，快上来吧。不对，有问题。哎，你们看上面。快跑快跑，要是被追上就完蛋了。哼，让他跑了。刚才你不该回答他的问题的。哼，没事，只要我们在这儿，他迟早还会回来的。好险，学校后门小卖部的王老板杰瑞居然都不知道。刚才那两个人肯定不是杰瑞和富帅，难道又是像之前一样衣服被人掉包了？不对啊，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我要好好想想。这两瓶药你拿着，红色给富帅，蓝色给杰瑞，千万不能弄混了。原来是解药弄错了，糟了，得赶紧去找外星人解决。